你若讲一个迄啰普通人，人若较有钱，捐十万就算了。压抑着内心的害怕、惊恐，妈妈们抱着小宝宝赶紧从医院出来。尽管一切来得太突然，但我们都平复情绪，有秩序撤离。对啊，因来关关了一百万，人也会讲啥物话？关十万，哦。拖着大肚子，举目维艰。五月天这个孕产妇最之前都在苦苦挣扎，心里不断祈祷。哎呀，能赚的多。嘿，你要选市长，你若趁这机会吼，上第一无啦。你遐尼有钱，管你五百万嘛，还不管倒位，十万，上可能就。阿妈，好落阿妈太激动了，辛苦，不要那么激动。哎呀！啊？你想到？对啊。他大声。